肚子一鼓一鼓的。怎么样？不吃。这个羊已经很严重了，它是肺炎。啊。我想请问咱们这边有卖那种兽用的药吗？没有养用的药。喂，你好，请问是兽医合作服务站吗？我们没有的。这儿有卖兽用药的吗？只有青霉素，别的没有。今天不打针不行。我去做饭了。亮哥，要不要就去买点苦瓜？还缺什么一起买了？牛肉馅还有豆腐。哎，豆腐买回来了吗？圆豆腐我们就没买。我做了肉脯。你早说呀。我让亮哥他们去买黄豆，他买了绿豆回来。这是蚕豆吗？蚕豆。哎，肉酱蚕豆哈。这盐没有了呀。没有就算了。哎，这是一起笑还是什么胡子？哥，我上个月才学会做饭。赚钱做的。咱们要不唱起来？整起来。整点小喵那个。种地再就业晚会马上开始。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，我们十个少年最最最最喜欢的一首歌。啊，截止目前为止，大家跟我造起来，然后咱们就造就完事儿了。二号房，这不会是中国新歌声冠军蒋德豪吧？这首歌我只唱给重要的场合和重要的人听。我其实有个不请之请，今天终于逮到机会了，想跟申哥同台，双冠组合了，家人们。当当无际的风。把少年杀青，感谢大家，老师这六个月的陪伴啊，杀青了。